让青春绽放，让青春绽放，让梦想飞扬，让梦想飞扬。千百次回眸，换来今生有缘。用真诚演绎人生。本山传媒演员，电视剧《男人四十要出嫁》，成功扮演马若男。每天与您相约 YY36229 频道，让我们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